十二号是因为之前就是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就是郑志龙的嘛，然后喜欢他的就是打球的一些风格，然后打球非常的聪明。左手打板，球转进去，就是李云光带球转身出来，然后也蛮有激情的感觉，所以会就是想以他为一个目标了，再以那时候我在台湾打球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他在打职业队的时候，就是希望可以以他的目标来做一些更好的成长吧。现在就是持球的阿龙曾经领先过，阿龙刚才超走有一条龙的切入到篮下得分，还造成了安德的犯规。当然就有影响，因为从那时候开始打球，然后开始有加入球队以后，就我的其实目标希望可以跟他一样，就是在就是篮球就是生涯当中，就是让大家就是印象深刻。然后大家因为那时候他在